你可以跟粉丝讲话。嗯嗯。可以拿走。我终于见到他了 ，Michael Jackson。我这个角度比较像，其实要看本人，看本人比较像。帅。叫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舞，就是他叫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舞啊。在，我在，我在这里。哈哈哈！不行，我的衣服不是，我要这样子。转。你没有来过这里吗？好，下次再跳给大家看。Who are you?郭富城。真是他为什么有房间？我们这个是一个直播间，然后我也要有房间。你是个大舞台，我要有床。真真假假，傻傻分不清楚。我如果不动的话，也很像蜡像。拜。森林堂蜡像是我们在SHE 成立15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制作的这个蜡像，为了纪念这个组合，成立了15周年。对。梦工厂，这是妹姐在99年演唱会上的一个经典造型。这个。
蜡像是真的。差点睡着。差点睡着。去哪里？你们会不会想要有蜡像？你们会不会也想要有蜡像？你们？我们自己，那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。很荣幸的事情，但是有点怪。就是会觉得就是我们为了庆祝你的入住，然后特别和 QQ 音乐合作的一个你的专属歌单，然后呢，就希望你和这个立牌可以合个影，好吗？好。这里。这样吗？好，看这个。其实我本人就很像蜡像。我张雪，他是哭的，你一直张雪干嘛？四大天王啊！啊，是吧？然后现在是我们的路。哦，这一间没有人，这一间没有人。这间太小，我不要这一间。这里还有一间。我要最大间的。因为我住的音乐梦工厂，我要有床。我要有床，我要有游泳池。然后呢，到这个 style 也要变了，要有。你好，欢迎。这边是我们上海杜莎夫人馆特别为你定制的一款棒球帽，有上面有你的名字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特别一个 logo， 哇，好帅！希望你会喜欢。送我的。对，送给你。然后这里的话，麻烦您也签个字，然后我们会作为一个展示的给所有的粉丝看。哦。对，谢谢。签名，等一下。我帮你拿。等一下。没水，要压一下，摇一下，压一下，压一下。哎呀，这样，这样，摇，没关系 ，OK。好，还是没有吗？好像有一点冲突。谢谢 OK 了。刚才好像堵到人家的路，民众好像有点不开心。那我走了。可以跟粉丝说拜拜。我觉得 OK。好了，先记着。我觉得 OK。我觉得其实可以。阿月比想象中的还要严格。好，我们结束了。结束。跟粉丝说拜拜。说好的小腿五公分呢？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拜拜。可以送跑车、哦，真的，跟自己拜拜。拜。跟自己拜拜。要大家自己来看。我是张雪。像吗？像吗？其实越晃越像。突然看一下，哦，是不能转。我是这样的。小腿太短，不是我的，是他的小腿太短了。知道吗？
拜拜。今天晚上很快的走，今天辛苦了。没事没事，辛苦。小事小事。